欸，我这边我真的要感谢这个外挂，感谢你帮我赚了更多的钱，谢谢你外挂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K 安阿金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这个 GTA 的线上直播，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玩密室逃脱的？我原本想说自己私下拍片好了，但是又想说密室逃脱这么难，自己一个人玩很长就是过不了关啊，所以我想说是不是一起过关，然后互相参考答案，这样密室逃脱正式开始 ，3, 2, 1, go， 走了走了，冲出去就是你的。为什么他们的车比较快？欸，他们车子比较快，欸，为什么？哦，他们有按到起步是不是？等等，先看一下点在哪里，点在下面。跳下去吗？对，跳下去。但我应该先在上面敞开一下才对啊。好，吃到第一个点，第二个点在上面，我们去吃第二个点。目前没有任何的难度，对不对？上去，哎，有点硬哎，要上去没有那么简单哎。我刚才冲力稍微有点不足哎，我觉得要冲远一点。来来，我们冲。好，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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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冲上去，呜呼，成功 ，yes， 漂亮。我就跟你们讲，速度要够就可以上来，好不好？下一个点，下一个点在上面。哪里？上面哪里有路？我先把这个撞开来看看。这个东西撞开来，没有东西。这边有没有路？看起来很像有路，结果实际上没路。好像要直接下去耶。我把这颗球推下去，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？不管，我先推下去。有时候看到这种保龄球要帮忙推一下。有时候保龄球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耶。我先把保龄球推下去，为了大家好。等一下，搞不好真的会用到哦。好，防球推下来，点在这边的上面哎，这样子我就找其他路，这边下去嘞。这边是不是要保龄球？哎，这边是不是要保龄球才能过去？有，这边有一颗足球，来，足球你先过来。可以吗？卡得住吗？欸，卡不住，要用保龄球，要用保龄球，足球太小，足球太小。然后我们把它推过去，这边有一条路啊，用，欸，踢错边啦，踢错边，要踢那一个，踢那边，要踢那边啦，你不要挡，不要增加难度啦，好不好？对啦，对啦，踢那边啦，那个洞有没有？不要增加难度，把球踢过去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把它慢慢移过去。对啊，好像只能找看看密道。我是觉得这边的墙壁看起来有点不自然啊，但是它就不是密道啊。看来我们只能一直撸墙壁找密道，有没有？人不知道要干嘛的时候，就只能。下面呢？欸，为什么断两个？欸欸，为什么又断光光了？为啥？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断光光了？又来？所以是我房主的问题吗？还是什么？我们又回到原点，前面大家都知道怎么过了哦。哎，为什么这边多了一个水管？啊？啊？
台是有水管的吗？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水管直接在我面前凭空出现，哎，不能过了。哎，水管直接封死，哎，直接封死，哎，我不能去刚才那个地方一探究竟哦。这场地可以这样子的吗？你死太多奖励哦！他跟我们讲说路不在这边呐，叫我不要再试了啦，对不对？我死太多次，他奖励我啦，是这样吗？然后我们看这边，哦，我知道路怎么走了，各位兄弟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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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知道路怎么走了，挑那个紫色的上面就是路了。讲的好像跟真的一样。哎，真的。哎，为什么会有那个？为什么会有九号手？可是我战局只有我一个人呢、啊，不可能有外挂吧？怎样？重生太多次哦。来，请谁可以帮我解释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形？这是外挂吗？我是遇到外挂了吗？哦哦，等下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去？这边是不是有路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卡住了。对啊，啊，现在什么情形？啊啊！现在什么情形？来，请回答一下，我现在什么情形？关掉游戏，立刻。是吗？关掉哦，我关哦。对啊，怎么会卡剧情？太扯！哎，他没有进来战局，他也可以来乱哦。大家叫我立刻停止啊！这个外挂搞太凶了吧？我们的投票结果出炉，66%的玩家呢觉得是外挂，有20%的玩家觉得作者在搞，有13%觉得是伺服器不稳。怎样？这个作者风评是不是不好？竟然有20%的玩家觉得太好笑了吧？好，我们走这边。好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下去，然后飞。要加速，要加速，不然过不去。推一点，推一点。为什么我外面听到爆炸的声音？感觉预感不是很好。我怎么听到？我怎么听到怪怪的声音？这个外挂又在搞了吗？外挂又在搞了。傻眼！来哦，外挂，请加油！相信你可以入侵 PS5 的系统，谁都拦不了我的。哎，外挂，帮忙一下，外挂，你在帮大家测试啊！大家也想要看 PS5 到底能不能入侵，但我只能跟你讲说，一定是不行。
1234567，7654321，我在公开战局啊，外挂，外挂，你不要睡着啊，外挂，快来啊，我在公开战局啊，我给你看，真公开战局啊，而且，欸，我这边我真的要感谢这个外挂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原本只是一集无聊的密室逃脱呢，被这个外挂一搞，有没有？我的标题呢？剪精华的时候就是变成外挂来搞哦，感谢你帮我赚了更多的钱，因为这样子的标题比密室逃脱还要耸动啊，太棒了，感谢你。他原本是要来乱我，没想到帮了我赚了更多钱，谢谢你外挂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